好，那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这个强友军消息啊，支援强友军开下去 ，OK， 来，不要犹豫了，已经没有退路了，我们今天还是得认真的消息啊。没有理由逃了，斩不掉是我的问题啊，削不到也是我的问题。我们再来，剩下这个礼拜呢，要决战的。来骰骰子啦 ，OK， 来吧 ，I'm 準備 OK， よいスタート。最終作戦海域作戦要項です。基地航空隊との共同作戦が。确定一下啊，装备都带了哈。好的，都带，都带，都带 ，OK， go。金子，行きます。我的火枪够吗？不够，我也得让他打、啊，不管啊。强友军来了，已经没有理由拍再拍弱友军了，好不好？我们已经没有理由逃避了，继续我们的消息，不能逃避。第一个点轮行，然后就回家了，会不会？干，如果第一个点就回家，我真的要翻人，我就要打人了。他会不会来强友军偷偷把道中改强？把那个上面的飞机数值啊调强一点啊，或者是大破率变高啊之类的。田中一定会动这种手脚，我知道。我在想要不要让高波上来、欸？高波现在改二了，我不知道上来会不会比黑潮强一点。运很低啊，很低啊，是啊，是很低，没错、啊。我有个想法是要不要用炮击支援呢、啊？道中改炮击支援，然后全程用单重直接跟他们干呢、啊？这样子进攻率会不会更高啊？欸、我的前卫支援是不是没有来啊？前卫支援为什么没有来？欸，不是吧？是我闪不够吗？两台没有闪就不来了，是怎样？哼，两台没有闪就不来了？你们对我的爱也只有这样子？这个友军支援不太行啊！再放你们两天假。欸，四闪也是比五闪好啊，你自己想想看。攻击只要四个闪就可以了，对啊。攻击可以偷懒，只刷四个闪就一定会成功了。我也觉得现在有水箭雷章，其实运低不低、高不高好像无所谓了。会卡就会卡，不会卡还是不会卡。990是哦，好像还行哎。不过疫情状况感觉会一直到暑假。解说，好吧，买了。等一下要买吗？等一下，火锅。之后不用带回家，你要吗？还是用不到？道中修，哭哭。
中少将の士気に勝るとも劣らないね。提督やるじゃんか。やるじゃんか。今天是不是开场运气不错、啊？还是因为有一层薄伞的关系啊？现在是有一层薄薄的，像保险套的一样的伞。不对啊，现在伞面就49而已，卡喷。现在就像那个冈本0.01或0.02的啊，不0.1啦，0.0好像太薄了，0.5了，0.5、0.1的，哎、欸，冈本0.1很贵，还是是0.01还是0.1啊？我看一下，冈本零啊001啦，那是0.01没错啦，对了，0.01，0.01，啊。冈本0.01没有，我没有用过，我用过0.02而已。干0.01真的是超级贵，我记得是60-70吧，60-70吧，超级贵的。哎、欸，石宇怎么被打了？哈哈，超菜的，第七个错了吗？最可怜那种哎、欸。可怜啊，哎，他就像是那个班级最后一个人，然后落后了，被那个佣兵直接抓去强行的这个啊、哦，没事。那我要单中，单中啦，哪次不单中了？我跟你讲，就在保底，我还有个神通，好不好？不要怕。来啊，互相伤害啊！我保底还有个神通。赌国运。你看127有没有？各位，这不就消到了吗？69，你看，这就是单中的威力啦！不，单中跟炮击支援没什么关系啊。哦，神通这个火力太秀了，太秀了！决定了，以后单中干到底了。太牛逼了！哇，这个好亏哦，全部射那一只，亏爆了，没了，血赚了，对面那只旗舰真的是血赚，吸了6只的鱼雷，太浮夸了。哎、欸，神通，你怎么会这样子？你是旗舰哎、欸！啊，看旗舰怎么会爆了？哎、欸，碎啊，94，小到了哈。不要给我跑、哦！我跟你讲，哎、欸，单中真的很强哎、欸，我觉得单中消血真的不错哎、欸，哎、欸，我真的我以后用单中消血好了，超稳哎、欸！哇，强有劲的威力！来，我的陆奥直接带队，陆奥一个二连击，直接把王啪啪200滴，干菜逼吧！单中，射头透抽，碎啦！哇干，哇碎，血钻！Comedy 一旗舰，对，血钻，再消，旗舰，射，第一个，啊干，第一个，第一个，啊没有射到。没关系，神通会打第一个的。神通来二连击，第一个，神通不要跑哦，神通，你可以的，你这个中破也是有伤害的。第一个抬手，啪啪，啊、干抬错人了，伏外射打错人了啊！来炮雷卡，射不射？第一个。射歪了，第一个，拜托了，哎，碎了，再第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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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下 ，nice 啊 ，nice 啊 ，nice 啊！Nice， 这个消血速度不错不错不错。我一只哎、欸，我一场底他妈上一次那个开放五六场哎、欸，我真的是太扯了太扯了，一场底五六场，太瞎太瞎。哎呦，这个Lake是新船吗？木谷啦木谷啦。快了快了快就快快就快就快了木谷木谷哎 Red Fox 好久不见神通一个二连击锁头有没有可能我相信神通的智商神通智商这么聪明怎么可能打错人呢对不对单中就是神有没有 Nice 我跟你讲、欸、这个锁头我觉得这个单中值回票价了。一个神通下面这几个菜逼吧还比不上一个神通二连击。刚看到神通的威力了没有各位啊相信一下我们的这个教官啊不会带给你失望的。来抽掉一只 A 圣然后中古 ,nice! 剧本都写好了。来中古该来了吧。中古你们知道中古怎么写吗中是一点水一个宝盖然后再两撇然后一个四的那个嘿。古呢一个八一个八一个口。中古谢谢各位。干。短距离现在就最强的就是那个双涡轮那张卡，但我那张卡真的超强的，因为现在速度卡真的没有一个很厉害的那种，像小北这样毁天灭地的，目前还没有。哎，然后像这次他们不是那个傻破卡 PE 物池不是开那个零路那张卡吗？零路那张卡我也觉得还好，算是不错用，但它等级大概就是落在 A 那附近吧，不是到那种 SS 或是 SSR。不 ,SSS 啦 ,3S, 两个 S, 一个 S, 对应该是吧。玉藻我觉得还不错用啦但玉藻好像还好。来各位看仔细是谁进王谁进王的、哦、各位要看仔细哦。不要说我坐票哦。究竟是谁呢我觉得会是那个诶、欸、我觉得会是神通的。刚才是说几滴 ?86 还是 89? 我们刚才是说 89, 86还是 89? 89对不对 ?88! 哦 ,88!88! 啊死雨死雨死雨好下四下下下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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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三台那我是不是欸我是不是不用打了反正我也 A 胜了我是不是可以直接离开了我还可以省火枪欸我看一下啊、喔、我确实不用打了而且也 A 胜了没有意义了看一下啊、喔、对 A 胜了然后、喔、那我不打了逃进展就好进展就好不用火力测试不要浪费火枪好不好不是、啊、你斩杀没有意义啊你说斩 S 哦斩 S 超没有意义的啊你说这样就会出那个是不是出中古哎、欸、对我是不是应该先斩杀的哎、啊欸、我好像对我应该战略性拿 S 胜的啊对耶算了哎算了再来吧到时候再来吧